尝试一下，去试验一下，尤真在防守上面的耐心。半钟的将近三分半钟的时间呢，也只有 O'Brien 在场上有得分的记录啊。如果下一次台湾大造成台啤的犯规的话，就要站上罚球线。张轩的跳投这次力量完全大了，手中的带进来，准备做转身的动作，球没有掉，把球分出来，输前三分外线。台湾大今天三分外线是13投3中。连续的犯规赔下来，小四现在已经要半满毕业了。哇，这前后还不到2分钟的时间呢。各位观众，那么目前双方仅仅只有4分的差距啊。尤其是在这一节当中呢，打了有3分半左右的时间呢，双方加起来只得2分，这个分数呢当然是非常的少的。我进入到关键的最后一节啊，我相信场边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的是非常的兴奋啊。当然现在双方是只有的4分的差距，而且这个赛季强哥一直不断提到，现场是可以带东西进来吃的，同一时间也要记得把东西带出去。如果这样的彼此的互信合作的一个关系能够继续慢慢的维持的话，我相信可能在未来赛季连现场都有贩卖食品机会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互信的合作的一个结构呢，不仅仅是在这个篮协本身跟现场的球迷，也是队友跟队友之间的一个互信跟合作。哇，这是何老师最好逼近3000分的机会啊，加油啊，只差14分。2罚中1，也终于让台湾大在第4节有了得分记录。转身要找篮筐的时候，好像有几位球员没注意到裁判的事。那大家条件相同了，两位洋将现在身上都是4次犯规，同时当然也要看裁判吹判的时间点了。就 O'Brien 真的非常客气啊，没有在罚球线附近拿球，现在8秒钟进攻时间还够。陈世念突破之后，突然之间左手上篮，上一番的篮板，不过球被拖出了界外，绝呢？从这个角度上，当然最后感觉碰到球应该是赖国伟啊，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。有一位第4次犯规，所以他退场休息了。现在由戴豪来防守 Brian， 戴国做了一个假动作，结果造成了自己的投篮的空档。现在篮板球上面呢，双方的篮板是40对上36个，台湾大呢以4个的篮板优势领先。这4个篮板优势全部都是在进攻篮板上面。张轩稳定好之后再出手有了。张轩的得分现在来到了13分，而他的进攻非常的聪明啊，就是打 O'Brien 这个点，好所谓打他这个点呢，哇，今天还是要先看 O'Brien 再来一下肆虐啊。我跟张宇这边的两个人在口角上面，现在起了一些言语的冲突，可能彼此对对方的在卡位的动作上面都有点意见。那么不论如何啊，现在台湾大已经找到拉门攻击的支援，单节6-4的攻势，台湾啤酒所有的得分都在 O'Brien 的身上。在时间剩下4分45秒，今年的台啤呢
应该说是本季的排比呢，可是打过三个延长赛的球队。但我觉得过了翻球，吴岱豪换左手这球好球。翻球，吴岱豪换左手这球好球。一接球吸引了台大的协防，现在是一对一的防守，钻进去之后戴豪下手了，应付到现在的比赛，因为他也了解到现在这个时间球队需要他，所以每一次尽管是很累，回到自己的进攻半场就在漏破子来要球，感觉上呢 O'Brien 现在是把最好的留到最后。看看 O'Brien 有多累啊，一直在中场的位置出来，并且在数五秒的时间。O'Brien 也蛮有幽默感的。裁判的边缺判以及规则是怎么样来做安排的？其实过去许多教练都会争取在包括到换人的时间，或是暂停上来的时间，以及在罚球上面的时间，都可以帮助球员去争取到体力的恢复，哪怕是三五秒。都还是有差别。对。张宏轩主判对先发的吕刚刚吕俊敏在准备切入的时候，造成了张宏轩的犯规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，但还是在他有体力的时候。那球队停留在四分的差距很长一段时间了。3:49，这场比赛就要结束。这次刘铮出来超前的时机点拿捏得相当好，结果造成了还蛮明显的。球权回到台啤手上，这波的进攻相当重要，双方只有一个三分球差距了。吕锡明带球之后，右手的上篮。篮板球被 Lutnado 给控制住，在前上两个打三个，领先的台湾大并不急。一波进攻球权的差距，然后比较拼速的防守，就刚刚的进攻选择上面是绝对 OK 的。掩护之后回到了 Nado 的手上 ，Nado 中距离跳投打了一下，篮板球在吕锡明手上，前场 O'Brien 让人相信的 Thank you very much， 球在吕锡明手上，前场。哇，回到一分差了。这节的得分呢，到目前为止台啤的分数居然只有一分，是不是 O'Brien 得的？有机会来反超前了，对。但吕锡明忙中出错，传出了一个失误，这球切的过深，反到对方游子，哇哦，这个也漂亮，哦吼！反到对方游子，哇哦，这个也漂亮，哦吼！是练前面的动作做得相当漂亮，虽然上来没进，可是奋力往前跑的 Neville 双手把它给补进。吕锡明的失误惹祸啊！怎么敢接到篮下，顺势交给刚起身的王远，再拿两分。怎么敢接到篮下，顺势交给刚起身的王远，再拿两分。我们现在看的是灌篮大赛吗？是。有灌篮大赛，听说刘铮说，哎，这灌篮大赛我可能要拿个灌篮王啊。我看第四节几乎可以说是 O'Brien 的个人秀。连续两边的攻防都是用灌篮结尾啊，而且 O'Brien 这个脚步也非常的大。而且是让 Mayfield 站上罚球线。O'Brien 的犯规次数呢，现在也是控制在三次。
让 Neville 站上罚球线。今天 Neville 的单场出手的次数呢是全场最高的，已经出手22次。今天罚球还没有失手过。两罚皆中，67-64。台啤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，现在台啤的失误还比对手台湾大多2次。第4节切了2分钟，左东凯从中间切入之后找来方，力量稍微小了一点，自投自抢，再把球给运出来。转身，看来他脚上的力量已经不太够了。正如唱歌手说，这场的钱还真难赚，真的。左东凯三分外线附近的跳投偏了，吴永仁加足马力往前冲，乱军高中左手插板到了2分。哇，这2分呢，加上刚刚 Neville 的罚球手，大家都是4次犯规的人呢、啊。吴岱豪靠着身高把这个篮板球给拿下来。好，这次的传球结果被左东凯抄到，这是重要的超截。赖国威三分外线打起来，力量大了，刘铮在篮下补进2分。看起来台湾大学这场比赛够紧张。